拿不着，我到时候给你弄去。那我们，把你说，不要碰啊，不要碰这些东西了，尽量不要碰。就是那个车子陷不行了，就是你不行。完不行。拍照吧。那标一个什么花？哎，那个这次做好了吧？你没有，我听你的意思，拉到你们那里是用。我不拉过来。拉多少货？这个几百个。不是，我你给我打电话，你说到你们那里是用。你到我这儿去就没事了，无所谓啊，对不对？是你自己去嘛。这是假的，这台湾货。这不是烟草吗？拿回来。嗯。颜色还不一样哈，颜色不一样。上，这个，这个以后没事做还可以把这个叫什么？那个啥，哎，怎么不一样？这个人机跟啥？那个人机啊？是两台机，不能买一台。真的？对呀。这个瓦工艺高一点。不是你们耍。
天都不提新鲜收获，可以。机器交代了，货也交了。刚才忘给你们加工了，我说。啊。给你们带走的话，这是两年多了，他俩今天这个咋样？你早就应该过来了。那要的话，我们早就给你们做加工了，是吧？已经拿出来丢了。对。这台。这台丢掉了，可以吗？你给我买几台？你买几台？你们算了吧。两台三台。哎，我也不知道。对呀，那天晚上他都算好了。对呀。那等等。是啊。反正一个人忙不过来，忙不过来就要对方你们砍。一个人啊？你还要跟你们砍人呢？这个枪，那个斧子，他拿的是五百八的，那个斧子，那个怎么拐呀？这个人挺粗暴啊。他在自己雕那个斧子，雕的挺好的。